默在做的那种，他又是一个很会画画的人，当初是这样的。他画画的多，画了一篇第二名，所以他就是意外那种画家的这部分。从以前高一的时候，那时候我高三，他高一，然后我那时候他也当投手，就想说这个选手是不是我高二老的，其实投的不怎么样。对，发现到其实他打球这方面是非常好。第一次遇到国伟的时候，就觉得他是一个对棒球充满热情的。从高一开始训练跟技术，他蛮热衷的，所以在练习量多的状况下，结束之后还会有一些自主的一些加强，这样。其实，在高中的时候。